各位马迷啊，好欢迎大家嚟到澳门赛马会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就我哋本地赛事话 Michelle， 哇，今日真系好靓我啊！系嘛系嘛，我都好满意我今日个发型，俾大家睇下先啊。咁啊，天气亦都正啦吓，咁啊，好似你咁啦，要嘅兴盛。咁啊，上次跑草地跑去当输咗啦。咁啊，今次啊翻翻嚟沙地，咁啊增程跑千五米啦。似乎呢只马咧，可能个路程方面啊，仲有帮助啊。全一稳胜啊！跟住睇睇第五场一二班千米赛事，所有马匹准备好晒，准备黄旗举高。哎呀，喜琴啊，我嗰只长征小子，我啲工作人员帮帮佢先。好啦，一起步。一出闸嗰阵时候咧，就见到内档系轻快啊，爆围快少少嘅。咁啊，中间啊，白玉宝马啦，然之后劲有力，咁啊，加洛之宝亦都唔慢嘅，兴盛亦都首涨，大约第三四位到。外档有只大同刺客，咁啊，然之后连一稳胜啊，咁啊，再之后咧就轻王包晒落咩长征小子啦。好啦，转紧第一弯嘅时候咧，前边轻快咧放咗出嚟，但连两个买到嘅，加洛之宝首涨，第二兴盛啊首涨，第三啊外档有大同刺客啦，劲有力，咁啊，然之后咧就白玉宝马，咁啊，大外档有只连一稳胜噶，过马佢先系见到咧白玉区，咁啊之后咧先系见到就兴旺包晒落尾嘅长征小子啊，我向住去到八百米段处左右啦，咁啊外档啊大龙刺客已经唔等噶啦，拍住只兴盛一对马已经接咗出嚟噶啦，响内档原本放头嗰对咧就轻快咧就反而补充啊慢咗少少啊，咁啊加洛之宝亦都系进咗嚟第三位到，后边亦都系连一稳胜啊，几只热门马呢响大摆晒前面啦，再之后咧先系见到白玉宝马啦，咁啊跟住大外档上紧嚟就啲兴旺啦，咁啊然之后就长征小子嗰扎马。好啦，转紧弯准备入直路嘅时候咧，咁啊而家见到内档加洛之宝好淡定啊，兴盛肯要比一比添啊，外档有大唐刺客，咁啊后边跟住喺第四位咧就联一稳胜，咁啊再之后先系见到兴旺啊长征小子，然之后咧先系再见后边咧白玉宝马一扎噶啦，好啦，最后二百零米路程噶啦，咁啊依家见到咧中间嘅外档啊联一稳胜已经脱颖而出噶啦，咁啊越走越劲添，而家见到内档嘅兴盛斗紧就加洛之宝，咁啊大唐刺客骑落去反应都麻麻地啦，反而只白玉区咧而家想摄入内档睇下追唔追上嚟，好啦，拉斯最后直路五十米联一稳胜。已经顺利赢马，兴盛仲挨住喺第二，内档而家见到咧，白玉区咧，仲后终点前咧，紧紧追翻去第三。哇！第二 Q 偷鸡都冇用嘅，都系得第二 Q 三倍半。偷个 win 鸡咯，偷 win 鸡啊！五倍咪斗倍咯。度内度去都冇马度噶，又系偷你鸡噶个 win。唉，所以都悭翻，唉，谂住。那些三重彩又是没得分的，你这样走了进来真的不用想的了，白玉区我是三，我是三八十倍的这只冷门，但摆歪了一点，将五号摆了头，五号有九倍接近十倍的赔率，我博了三重彩那只三，老平那只白玉区二三八，哇，好轻松，连一稳胜，赢完继续赢啊！增程跑千五，起马咯，一节就上嚟啦，马房起马咯，弹嚟啊，拉士二百米。咁啊，史密洛都好努力嘅，冇办法啦，好努力。好，已经头马上，连一稳胜，林海起马咯，马房起马，骑师又起马，系咧，齐齐起马。哇，咁多啲湖北小姐喺度，佢都仲系可以起马咁犀利嘅咧吓。唔威下，唔威下啦，阿耀啦，齐齐已经头马上啦。好啦，一起步，
啊！出集嗰阵时候咧，就见到内档嘅轻快啊，爆为快少少嘅。咁啊，中间啊，白玉宝马啦，然之后劲有力，咁啊，家乐之宝亦都唔慢嘅，兴盛亦都首涨，大约第三四位到。外档有只大同刺客，咁啊，然之后连一稳胜啊，咁啊，再之后咧就兴旺，包晒里面嘅长征小子啦。好啦，转完第转紧第一弯嘅时候咧，前边轻快咧放咗出嚟，但连两个买到嘅，家乐之宝首涨，第二兴盛嘅首涨，第三啊，外档有大同刺客啦，劲有力，咁啊，然之后咧就白玉宝马，咁啊，大档有只连一稳胜嘅，过嚟。马先系见到咧白玉区，咁之后咧先系见到就兴旺包晒落尾嘅长征小子啊，咪向住去到八百米段处左右啦，咁外档嘅大即系大龙刺客已经唔等噶啦，拍住只兴盛一对马已经接咗出嚟噶啦，响内档原本放头嗰对咧就轻快咧就反而步速慢咗少少啊，咁啊家乐之宝亦都系进咗嚟第三位到，后边亦都系连一稳胜啊，几只热门马呢响大摆晒前面啦，再之后咧先系见到白玉宝马啦，咁啊跟住大外档上紧嚟就啲兴旺啦，咁啊然之后就长征小子嗰只马。好啦，转紧弯准备入直路嘅时候咧，咁啊而家见到内档家乐之宝好淡定啊，兴盛行要比一比添啊，外档有大唐刺客，咁啊后边跟住喺第四位咧就联一稳胜，咁啊再之后先系见到兴旺啊。长征小子，然之后咧，先系再见后边啲白玉宝马一扎噶啦。好啦，最后二百零米路程噶啦，咁啊，依家见到咧中间嘅外档啊，联一稳胜已经脱颖而出噶啦，咁啊越走越劲添。而家见到内档嘅兴盛斗紧就家乐之宝，咁啊大同刺客骑内反应都麻麻地啦，反而只白玉区咧，而家想摄入内档，睇下追唔追上嚟。好啦，拉斯最后直路五十米，联一稳胜已经顺利赢马，兴盛仲挨住喺第二，内档而家见到咧白玉区咧，仲后终点前咧紧。